你们天天看我发小比熊是不是有点厌烦了？今天给你们来点不一样的，来看看今天上新的都有什么品种的狗狗吧。咱们先来开个箱，里面有两只超甜的小比熊哈，和一只马尔泰，还有这只小灰灰。这只呢，别看现在黑不溜秋的哈，成年以后可是银亮色的高级灰，嘴部周围已经明显反色了哈。还有一只超小体的香槟色小泰迪，咱们来看一下正脸。别看小哈，脾气还挺大的，你看这小脸可萌了哈，体型超小看家，加上头只有巴掌大。等一下给你们来个大变装，看看哪个家长能看上你们吧。 Later。 这两只小泰迪已经更新好了哈，尤其是这只香槟色的泰迪像个娃娃一样特别呆萌，还有这只灰色小泰迪像个小熊一样哈，呆呆萌萌的。哇、哎、呀宝贝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太萌了，看看哪个家长能看上你们吧。还有这只马尔泰蠢萌蠢萌的，哎呀还吐小舌头呢宝贝，看看哪个家长能看上你吧。这两只小比熊呢已经更新好了哈，是不是超甜呀，眼睛也是贼大哈，还吐着小舌头呢，太可爱了，鼻头也是小小的哈。再来看一下后背，天哪，你看这体型只有一丢丢大哈，真的太小了，毛量也特别好哈。再来看一下正脸，哎呀宝贝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太甜了，看看哪个家长能看上你们吧。这只小俊俊呢变完妆真的是又萌又可爱呀，还吐着小舌头呢，我都被他萌到了。你们更喜欢哪个品种呢？赶紧评论区来告诉我吧。